哦，左下腿的，后外侧痛，左下腿的后外侧痛。哦，护脊放在那个长江水里，长江水啊，很急速的往下游流啊，很急速的往下游流的时候会，好像要把左腿要拉出去，也跟着一起往水，流的感觉啊，外星人现在，两种罪行啊。一个，一种是拿还没发射的火箭啊，放在人家放在那个发射架上的，近期的不会发射的火箭，把它拿走，拿几个过来。另外一个就拿正在发射的火箭，正在发射的火箭，让人们看到它异样的变化，看到异样变化啊，然后再拿走啊，让人们联想到。让人们最终联想到这是外星人所干的啊，让人们知道外星人在地球上活动，要改造地球啊，要人类配合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